看国内最近讨论预制菜特别多，这预制菜怎么了？这不是都是预制菜吗？在英国伦敦，你看这都是现准备好的菜，而且做得不错。这种预制菜其实很方便，拿回去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很多菜，各种各样的，各种风味。看还有这种日本的，那你看一下，你看和食。还有印度预制菜，都挺好。我奇怪，我说为什么预制菜不行呢？预制菜不行，你要吃啥？你看这印度的，回去一热就可以了。但是你可以用微波炉热，你可以用锅热，都是挺好的预制菜。预制菜有啥不好？我一直理解不了。我天天在英国吃预制菜，好得很，比食堂做的好吃多了。你看看这个，这一大盘子炒饭多好，各种风味，想吃什么有什么。我不知道在叫啥这些人，我就支持吃预制菜，因为我每天都在吃预制菜。你看这个饼，印度飞饼也是预制的，看没看到？这 garlic naan， 这就印度飞饼，印度 garlic 饼。看这个大米饭，再搞点肉，吃起来不好得很。不知道这些人一直在炒啥炒。再让你们过来看看这边，这是我 favorite place。看看这个 chicken korma， 你看看，这都是印度的了。butter chicken， 你喜欢吃辣的也有，看5磅。Chicken Bhati， 这都是预制菜。我来英国发现最好的一点就是它都这个东西都做好了。你看，一半是这是什么 beef lasagna，beef la 不是 lasagna， 这是 lasagne， 可能是 lasagna， 牛肉啊，还有土豆泥。看 lower price， 这不都是预制菜吗？为什么大家反对预制菜呢？我就喜欢预制菜。看看这个大米饭旁边再加一个这个花菜多好。这不都是吗？还有不仅有预制菜，还有预制汤，汤都可以预制，加热一下回去就喝，好得很啊，方便，不用开火，基本上热一下就行。当然你喜欢用微波炉热你就用微波炉热，不喜欢用微波炉热你就可以去 chicken tikka biryani。 我经常吃这些东西，你要喜欢吃辣的还有辣的。看这还有茄子多好， aubergine masala， 这是茄子，这个是我 favorite。 这 一堆印度菜，这都做好的，回去一热，不喜欢微波炉你就用锅热一下，再加个鸡蛋一炒，来个蛋炒饭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不知道他们整天想啥。如果来伦敦工作的话就吃预制菜， OK。